我喜欢你，可不可以跟我谈恋爱？笑笑，好不好嘛？这场景是什么呀？张老师这样。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着我，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。哎呦，这是你愿意吗？来调皮捣蛋，玩心动挑战。淘淘淘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淼仪，我是范晓东。我在做梦吗？那我总得弥补一下遗憾，不是？大不了我让你亲回来。脑子进水了就赶紧倒出来。暗线任务：张淼仪让方晓东对自己撒娇，方晓东让张淼仪和自己合作比心，需要比出三个不同形状的心，成功后向镜头 wink。 任务失败有惩罚。不是很简单，这个很难啊。二次元估计是我。贴哪儿啊？贴脸上。贴哪儿都行，贴脸上也行。吃货，这也不一定是。我觉得你还蛮爱吃的。对啊，我颁给你。那肯定是你了。肯定是你了。我又不跳舞，贼好看。无论何时与你相识，我都值。我跳舞比你好看。好像咱俩平分秋色吧。但是据我所知啊，他睡的应该比我晚。麦霸，那也是你，能歌善舞。能歌善舞，这个还有待商榷。完美主义应该是你吧？其实也还好。颁给你吧。谢谢谢谢。不是很贴，你们家贴也可以不贴。也可以不贴啊。临走的衣架我要颁给方老师。哎，这确实实至名归啊。情绪稳定，你觉得？都颁吧。我觉得我还蛮稳定的，真的。我真的挺稳定的。互相介绍一下对方饰演的角色，但是要用虽然但是的句式。我来。你这说我坏话特别厉害。没有夸你的，虽然外表高冷，但是内心柔软的学霸徐漾。虽然有一些毒舌，但是还是像光一样照亮了徐漾的中小小。确认两位要二搭的时候，两位的内心 OS 什么？太荣幸了，真的能跟这么优秀的方老师二搭，简直太开心了，真的。猫老师他们团队找我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就是张老师你去不去？他说我也去，然后我们俩就还是挺激动的。哪场戏 NG 最多的？第一集那个吻戏 NG 啊，对对对，第一集吻戏 NG 很多，换了几种不一样的亲吻。对对对，之前也都出演过短剧嘛，拍这部剧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？这次是跟方老师合作，那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。张老师又不用说了，太厉害了。其实最大的感受还是猫的树老师带给我的这种不熬夜的精神，你知道他下班就跑，导致我们其实休息时间很充足，第二天我们的状态其实也非常好。假如可以回到17岁，最想做或者改变的事情是什么？努力学习，多多珍惜一下校园时光，然后多陪陪家人。分别说出对方和角色最相似或者最不相似的地方。我跟徐漾哪里最相似？都一样的善良帅气。最不相似的呢？最不相似，你跟他性格不像啊，你没有那么闷。张老师和钟笑笑最相似的地方，性格其实还挺像的，大大咧咧的啊，善良可爱呀、然后勇敢自由、够了够了。不相似的地方可能是在想法上吧。他想的比较少是吧？剧里面想的比较全面。真的吗？对，考虑事情会非常的多角度。因为剧里面你是被撩的那一个，你可不可以现场撩一下？我就是你可以用剧里面笑笑撩徐漾的方式。哎，模仿那段。我喜欢你，可不可以跟我谈恋爱？我想看那段，就是在我们家，然后徐漾同学、去帮帮忙啊。哦，那个笑笑，行，这个是撒娇了，撩是那个喜欢你，多跟我谈恋爱。我喜欢你，你要不要跟我谈恋爱？会担心大家说你们演了那么多小姐姐固有标签啊？会有这种担忧吗？不会，你呢？哎，我还有一点点担忧，就是如果一直演一个题材的话，会不会被这个题材框死？有很积极的去尝试别的不同类型的角色。我是觉得说，如果有好的本子适合我的，我觉得我现在能演，我就去演。等到我之后可能不能演了，那时候想演都演不了了。那倒也是。现在能演，那就演呗。一开始加微信是谁主动加的谁？我加了他。对，因为我找你要你的那个手机膜。聊天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手机膜，甩链接。对，他直接把链接甩给我了。方便问一下微信备注吗？方总。小张。
上下级。上下级，我们上下级。你们都不能理解对方的一点。我能理解你的。你刚刚不是说就是吧，出其不意。就是很认真的想一下，都能理解，三观也很合适。现实生活中的理想型是什么呀？或者说哪个角色最接近你们的理想型？张老师这样。那我们不说这么合适。你看，我就知道，钟笑笑还真挺理想型的。我没有，我没有喜欢徐瑶那样。我知道，我也喜欢笑笑那样子。前天看到你去新疆玩了吗？有没有有意思的天麦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？哦，看到那个开车他们都会有那个羊群或者是牛群导致堵车，我就还有这种事情就很新奇，没见过。网友很喜欢给一些艺人整一些动物素。动物素是什么？长相类型吗？觉得你像小猫啊。哦，如果让你们给对方动物素一下。你像小狗。你也蛮像小狗的。是你像小狗呢。我没有准备一个尼克跟朱迪的自拍，两位可以模仿一下吗？哦，是那个一把揽过来那个吗？3, 2, 1 满意吧？满意了。我成功了。我也成功了。啊，你也成功了。我的任务是让范晓东对我撒娇。这个 Q 的好自然，比三种不同的型。我们只比了两种啊。三种啊。哪三种啊？这个啊，还有这个啊，还有这个啊。你小个心。我们想要看反串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反串好。反串可好玩了。我江直树。那我肯定演袁湘琴了。湘琴。脑海里也幻想过各种可能的答案和结果。走了，我就是。你的人生难道就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吗？太想脸相亲了。还有真的？你要扎我还是我扎你？你扎我吧。我扎你，那你要喊呢？不要。他没有这一台。你演你的，你快点。娘娘没功夫和你耗着，今天问你什么，你要老老实实讲明白。你要是不讲，你这个漂亮的小脸蛋儿就没有了，你那会弹琴的手指也没有了。你自己好好想想。真的好像演技派，看得出来你真的很想演。我想演唐僧。你演唐僧吧。今日哥哥到此，真乃天赐良缘。来日哥哥登上宝座，我为王后，从此双宿双飞，这不是万千之喜吗？佛心四宝皆空，贫僧尘念已绝，无缘消受人间富贵。阿弥陀。你说四大皆空，却紧闭双眼。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着我，不相信你两眼公公，你看我呀。3, 2, 1怎样？拿这个，你如果不拿这个我就要揍你了。正式开始。3, 2, 1呀。3, 2, 1有点恍惚。看哪儿呢？3, 2, 13, 2, 1啊。质量也不行，多大仇啊，我真是。3, 2, 1耶。好，我输了。好热呀，玩的我。这是我们这样的获胜啊，给他奖励的。不让着我一点的。奖励的话就是你的大冒险。我说呀，对，一会儿请你大冒险可以到什么程度？镜头搁这儿呢，你想要有什么样的程度？那你再对着镜头撒娇吧。我没有给。拜托拜托。我没有给准备这些大钻戒。你问。我。大家还是蛮想看求婚啊桥段。求婚桥段，这不就来了？小小，千种磨难，万般结果，我们终于修成正果了。这在演什么？表明一下，
我一直以来对你的心意，虽然你已经知道了，但是我还是要对你说，我爱你。如果一定要给他加一个期限的话，我愿意是10000年。路过了一家首饰店，我说给我拿最大的那个。老板说你要多大？我说你觉得我爱我的另一半有多爱，你就给我多大的钻戒。然后他就给我这个。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明白我的心意。Would you？ 就是你愿意吗？哎，你这好嘞。哎，还真能戴啊！真的摘不下来了，我好喜欢啊！哦，真的吗？谢谢。太好了，户口本带了吗？带了。带了，走。真的是送啊！真的送的呀！真的送啊！太可爱了。我拍真好呀！我拍的不比你拍我拍的好，你挺会做表情的。